就破坏环境，而且这代价真大，安尼得着的，啊，但是安尼干怎研究？所以呢，就这个这内部的真相来看呢，这中国的崛起事实上是虚幻的，中国的崛起并不是牢靠的，中国的崛起不是铁板一块，中国的崛起呢是相当脆弱的。这我第一个要来报告的是安尼，啊，我刷到要报告的是讲，这个做中国的崛起以外，世界为世界来观察，也有一股力量在配合着它啊，分工，中国生产啊，美国啊，这个是消费哦，中国生产，美国消费，中国生产廉价的物件，啊，美国来消费。啊，所以安尼呢，这美国的虚拟的一款叫做经济成长，啊嘛帮助中国借这机会好啊，收一大堆的外汇，收一大堆的，啊，塑造了它啊中国的这个崛起。所以这有人在讲这就是美，这叫做中国的中南海加美国的华尔街合作的结果，就是这个是或者。和中国已经在让这款那个所谓塑造成一个中国的崛起。啊，要讲较精确的吼，就是美国的这华尔街的肥猫，加中国中南海的款贪腐的权贵的一个结合，这就是中国的崛起。各位啊，中国的崛起，内外在的环境都在改变，情势在改变哦。啊，不是铁板一块，你看美国已经感觉到啊，美国感觉到也袂使哩啦，所以美国开始回来再重视制造业 ，manufacturing， 制造业重视制造业，再因为制造业在当提供，这叫做工作的这机会哦，这是美国开始了，啊，中国内部呢，这。劳工，中国那人民忍无可忍呐、啊！因为这叫做亿万的这劳工被剥削，因为这环境破坏的一塌糊涂，因的牺牲，因的自由、人权牺牲啊，足厉害！所以中国内部已经表白是忍无可忍呐、啊！所以即马中国实在是处于一个相当不安的一个社会。随时的爆发，这很难讲，什么时候爆发呀？所以这物件呢，我就是讲到这为止，就是讲这中国的崛起哦，咱唔茫掉入中国崛起的迷失。但即马台湾呢，内部嘛有一个，这叫做虚假的，这叫做中国崛起的这款的这思维嘛吼。就是讲，虽然讲无去中国，企业拢袂当发展。要趁钱、要发展，就应该爱去中国。啊，台湾人要选总统呢，得爱中国摸头，中国，甲你帮助你才选得着。中国若无甲你帮助，你选袂着。啊，即款呢是，即中国崛起迷思，伫咱台湾有咧弥漫着。你顶下选举就看会出来，你看。即顶个选举哦，中国吼、哦，迄一个县长嘛吼、哦，好，你要入来台湾，四个国乡镇拢会，拢啊集合，拢讲话啊，啊去四角拢咱咧入，伊入安尼，啊要买偌济安尼吼，四个去争，你知无吼、哦？即款的吼、哦，已经亲门大户入来台湾内部干涉咱的即选举，影响咱的选举，所以伫遮呢。我实在要讲一句较沉重的，就是讲咱赢吼，咱本土派的即叫做政治人物呢，有的人嘛也无法度能跳脱这中国崛起的迷思，中国崛起的迷思无法度能跳脱，也一样人民讲得去中国才有法度能发展，去中国生意才有法度能做，这款的迷思啊，所以这。那无跳脱，无跳脱中国崛起、中国崛起的迷思呢？老实讲，咱愈来
如何处理这非常这不利的这地步。所以这次选举了，有人在问我讲，怎会遮济人都这对这马英九激情遮歹，这怎会阁发一人要选乎伊啊？怎会发一人要阁选乎伊？我的答案就是前拄仔咱有讲起，咱啊，迄阵蔡英文啊，蔡主席伊是我参伊合作上好，伊咧选总统呢，我代言呢，照李登辉总统的策略，讲弃马保台，弃马保台，马啊甲弃掉啊保台湾，弃马啊就是用菜保台，所以阮代言呢去台湾各所在选举一年。做竞选一年的中间办一百空一场，弃马保台，四界去讲去发，支持蔡英文，区域的立委拢总无提名，支持民进党的这区域的立委，干那要求这政党票不分区，和台联会当过5%，第二块伊会当参民进党徛做一伙，本土结合团结，做伙来发声。啊，我安尼有得到人的肯定，予咱三成，有咱9%，有1,180,000票，安尼，即马参民进党伫立法院徛甲真好势，合作啦真好势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呢，讲到遮，就是讲，马英九都作歹，咱去舞半天，啊，想看赢声势袂歹，到选前的差不多一礼拜变卦，开始变卦。因为跩企业家拢出来，以上必争拢互逼出来，讲哦九二共识，拢在替九二共识背书啊。跩大企业家啊，中国以商为政啊，啊逼跩去出去出来讲话，啊老百姓搞不清楚啊，搞不清楚，骂的敢真正，敢无咧顾台湾，骂的敢真正，那选骂后日来行统一的路，这老百姓也无真清楚。地的这讯息，啊，佮看咱这哦，做本土派一挂，咱的这政治人物，唔敢徛做个正面壳表态，这哦做你的，这哦做中国政策的立场是啥？你无妨看出讲你是正见怪迄落，比如讲一只歹势吼，无点名，毋是故意讲，你像我民进党内底有一部分，伫主张参中国，好好来往，嘛伫遐咧做生意诶，啊，因跩可能着影响即民进党内部诶即决策，啊，所以即毋敢徛出来正面迎战中国政策，啊，是骂诶欺负中国去。我前下拄仔毋是咧讲即民调，啊，民调讲啊正清楚啊，即干阿主张要参与统一诶，现在维持现状，啊，要去参与统一诶，吼，8.2%，啊。马上要参与统一嘞，啊，1.5%弄做9.7%呢，9.7%要参与统一嘞，啊，你若点出讲选马英九就是要行统一的路，一声无够的人支持伊，即款路线尔，你知？啊，所以吼，这就是咱的基础呢，这是咱台湾人的意志，台湾人的对台湾的期待是安尼呢。啊，这民调不是咱做的呢，这民调是中央会做的呢。所以，我阁报告一个资料，因为讲，咱过去拢读教科书啊，啥，拢嘛是徛读大中国思想的迄册吼。你讲啊，这哦，抗战胜利台湾讲吼，来讲开罗宣言，还无要讲，哦，做旧金山会用。向历史加贴，你看即卖吼，伫台湾电视剧几年来，拢是咧做古装片、清朝的片，啊，孔乙己啊，啊，骨力版啊，雍正啊，乾隆啊，嘉庆啊，舞来舞去就是，甲老百姓拢是咧洗脑，中国的正统，中国的正统，中国的封建思想，皇帝，吼、哦，啊，伫遐伫节目内底啊，甲你插讲哦，啊，孔乙己迄阵啊。就台湾收入版图，台湾也是中国的，拢因这拢用这款的
文化咧，甲你创通者。啊，所以我讲吼，这叫做民调，甲咱讲，老百姓意思是安尼，无要统一，统一人主张要怎统一人真少。啊，就是讲这股力量安怎会当互伊敢公然站出来发？哎，我出来真惊人贴标签啦！哦，唔敢表态啦！哦，安怎老百姓跩即个意志？安怎咱用搁较大的力量来支持，因这意志嘛，互被改变去。像我像那个大中国思想，迄咱做国家认同，台湾 identity 做这個国家认同，哦。即国家认同，即几年来，打旧年的即，我无看即有做数字会出来。甲去年的时，感觉是以前哦，调查拢大部分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。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或是我是中国人，也是台湾人。这两个 item 比较多。我是台湾人，啊，我是中国人，这四个 item， 即我是台湾人。我是这个中国人，只能给他救。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。我是中国人，也是台湾人，这两个比较多。啊，今晚呢，导导啊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升到我是台湾人。我是中国人，也是台湾人，对吧？升去台湾人。所以这个我是台湾人已经有65%左右。所以照你定位前的公共人75%，这。现在是identity，这哪能讲到75%？台湾的政局就会安定，就会安定。所以我讲到这为止，就是讲咱哦，这现在中国这政治的压力来，啊，经济压力来，啊，即卖现阶段要搁用文化的压力，你文化压力，中国嘛要用文化交流，现阶段文化交流，哦，经济已经套上去了，政治也套上去了，现在文化。这物件，我那一发现，台湾人都无要参与统一啦，啊，一声都无啊！在中国知影，看到这，看到这款叫做民调，知影这趋势知道啦。爱用文化，认同的文化内底，所以加强文化的交流。所以马英九倡导加强中华文化，中国讲加强文化交流，哦。啊，一挂学者提出来替马英九讲，去台湾化，去台湾化，就是教科书内底是拢去台湾化，哦安尼。啊，所以这即马主题要修改教科书，教科书内底若有台湾呢，那要甲提掉的，啊，要中国中华民国安尼。所以这呢，这是一个文化的一关的策略。啊，所以咱现在政治、哦、经济、文化，这样的多方面的统战的，这压力压境啊，我讲的压境下，台湾的出路，就是即嘛，哦，茫对中国政策相撇，那对中国政策相撇，闪避中国政策。咱台湾本土要阁重新拿回政权，遥不可及。咱若像要学中国国民党，就爱去多多甲中国来往，透过互动才会了解，战胜国民党的这叫做参中国交往的思维。屈服在中国国民党的迄款的思维底下，来强化亲中的政策是正确的，亲中的政策是正确的，哦，亲中的政策是台湾人民公社是主流，这是正确的。那安呢？台湾要阁提回总统，这要做总统啊，无可能。